其实丁丁不是全部露在外面的，我们平时能看到的只是阴茎的一部分，还有大概30%-40%的部分会延伸到指骨下面的组织内。所以呢，如果腹部脂肪过多，尤其是在下腹部，甚至有大的啤酒肚，那丁丁的长度看起来可能就要大打折扣了。所以对于这个腹部吸脂法呢，通常就是会对丁丁周围的下腹部吸脂，通过这种方式，阴茎露出的部分就会长很多，勃起状态差不多能延长1厘米呢。听起来好像也没有很多呢。哎呀，1厘米也是大不一样啦，就知道它的性价比有多高啦。当然，各位意志坚定的男士，也不一定非要通过抽脂的手段，其实自己减减肥、锻锻炼也是会很有效的啦。哦，所以这样想的话，很多女孩子只喜欢有8块腹肌的帅哥，还是有些道理的嘛。所以呀，屏幕前的各位男士，如果担心自己的长度问题，